这一万多的时候，我一个打工的，我要这么多干嘛？那谢谢老板，你带一点吧，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带给你，你报名费。这是老板，他都是打工的，一个打工的。跟我说的时候，16个关注，是16，但是我是他的老板讲的，都是你打标价的啊，老板。就是，你过来，准备装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看我哪里行的，要不按斤算的，不要跟我在这里扯银子啊，扯皮的啊，我们就是按克算的，没有按斤算的。我就是单独，不要，你是他妈叫不要的，对，你开什么照呢？那我没有，就是你跟我说。